小奈，你叔，你爸妈回来了吗？还没有，这次工作难度有点大，可能要多待一两个月。哦，哎，你现在还住在外面？嗯，不过不远。李叔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走好。肖楠学长，肖楠学长，我听说你在附近花园跑步，所以我过来看看，没想到你真的在这儿。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学长，等一下，昨天你为什么挂我电话呀？关于我女朋友的事情，我不想从第三方了解。那这个你也不感兴趣吗？二喜真生气了，但杨二喜的性格不至于啊。我在楼下，下来吃早餐。哦。这么一大早就有紧急的事情啊？嗯，删除垃圾文件。视频呢？难道被毅然删除了？昨天你舍友还是生气了。你看出来了？张二喜平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。是不是小雨家族他们做了什么更过分的事情？看来我昨天太便宜他们了。微微，有件事我想了想，应该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你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我们明明在游戏里已经是一段了，可是他在现实中如何肖奈又好了。难道游戏里就不算数了吗？游戏里就可以玩弄别人的感情了吗？这不是真的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。他的确跟我表白过，但我当时就拒绝他了，不可能跟他在游戏里面纠缠这么久。他怎么能这么无中生有，胡说八道呀？
太过分了。删掉吧。什么？今天早上，孟颖然拿着视频来找我，说是他的舍友无意中拍到的。我删除了他手机里的视频，复制了一份到我自己手机里，这应该是最后一份了。孟逸然，他怎么？微微，也许让你知道这些，会增加你的烦恼。但是我想，你也许更愿意自己解决这些事。这件事本该你来处理，不过世界上关注的人太多，我想还是速战速决为好。肖奈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。谁？他叫一笑奈何，你认识吗？我发现你跟他很像。是吗？不太熟，什么时候可以约出来见见？现在就可以。视频你也发我一份，我去找曹光问清楚。他一次又一次的污蔑我，真是够了。一次又一次。我不是给小杨当家教吗？上次被他拍了小杨妈妈开车送我回学校的照片，暗示我与车主不清不白。还好他马赛克了照片，看不清我是谁，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次又污蔑我脚踏两只船，真不知道我哪得罪他了。需要我一起吗？不用了，你输出太强大，我自己能搞定。回头等二喜气消了，我找他要曹光的电话号码。我先准备麻袋还有木棒。你要是打人的话还是带上我。你要帮我啊？想多了，我最多帮你放个风，要是你打不过再帮你出手。哎，对了，下午我要去小杨家一趟。怎么？他暑假旅游去了，刚刚回来，让我过去拿礼物呢，差点忘记了。好，我开车送你过去。